们秀美十人，每次只有一人到天空峰值，实在无聊，这才一起出来玩，并不知道这样会害死人。就是因为你们一时贪玩，害得大地像火烤一样，文文饿死晒伤，苦不堪言。英雄，饶我一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好，从今以后，你每天必须按时升起落下，为民造福。如果再敢犯错，我就一箭把你射下来。是是是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